来，这是20年就发现，最早就发现，对，就是这个是21年的图啊，嗯，看起来没太大变化啊，没有太大变化，但到23年是在第一同一家医院做的，所以呢没变化，是安全的，密度什么都有，都没变化啊，但是呢这个结节还是一个原位癌呀这一类的。嗯，这么长时间没变化了，安全可以再观察。4年半啊，你可以继续再观察，你可以照一下相。手机打开，我给你拍个照。你留下底。听那个有一个刚有个病友，他跟我也经常看你的事啊。后面他就是说让我看一下来找你，挂2次号，你这边可能太忙了，都没挂上。对。很焦虑，刚开始发现的时候。现在好了吧？现在好一点了，就是科普了，看了你很多科普，就会比较快。时间长了就好了。对，4年多了。真是。